今天我宝宝在回来的时候，非要在那个门口买这个小猫和小狗的面膜。这老虎好，其实就是虎老虎。然后我就贴上了这个，人生第一次贴上了这个，没听好，用的是什么狗的面膜吗？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以前也这样的。拍戏那会儿，对我冷酷无情，我对你一直很好。拍戏那会儿，真的是对我，你冷酷，你无情。我帮你弄好，你冷血。你冷酷，你无情，你无理取闹。你的头发有我的味道。然后我们就现在贴上了这个面膜了。然后最近几天呢，在韩国的卫视就是特别的开心。开心吗？你要讲相声了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对啊，我们去了林道，然后在那小车那边拍了照。哎，咱俩拍了照，感觉如何？很不错。然后遥望就特别喜欢那个熊熊店。什么大的那个大熊店进去有一个大熊。遥望就特别喜欢去，然后我就陪他逛。然后遥望，我给你买的那个小票。你现在小票就有多少个，真的是。对对对，小董秘书。我帮你阿姨啊。老虎吗？我们今天晚主题不是吃那个吗？对，给他们展示一下。展示一下。我今天在路上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，等一下大家猜猜是什么？哎呀，不用猜，这有什么好猜的？你拿出来，大家以为他说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皮卡丘。遥望呢？这是皮卡丘啊。遥望本身就，你给他们看一下，给他们看一下。他真的是皮卡丘，虽然长得有点丑。遥望他就喜欢吃这个。哎呀，重点是气不动，怎么流鼻血啊？这皮卡丘。遥望他怎么吃，他都吃不胖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天在韩国真的是逮他来吃。羡慕。来吃，先吃掉。哎，不好，感觉有点残忍。让我先欣赏一秒钟。一秒到了。好吧，吃吧。先扎耳朵，先扎耳朵。我戴了面膜，吃皮卡丘耳朵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皮卡丘。那是光头皮卡丘了。哎，不要那么，好可怜啊！可怜了，那成光头皮卡丘。光头皮卡丘。要喝水吗？我们再把脸上的红点点吃了吧。哎呀，抠不下来。怎么抠？你想怎么抠？生抠是吧？这什么、啊、你刚刚眼神好温柔啊。你抠啊，你抠别人眼睛干嘛？你有病啊。哎，这皮卡丘大概在哭了吧。你吃了眼睛不吃了。不吃，别弄掉了。吃吃吃，你别掉了东西就不吃了。我不忍心吃它，掉了。算了，我不要吃皮卡丘，好惨。别让你咬一口，它长胖了。你咬一口，别，不行，你咬一口，不碰。我们太缺了，不，谁输了谁咬，这命中注定的。哎，我们听信命运的安排。我没有命，就咬一口输了。快点！
对不起，时间到了，差不多可以了。没事，你别找借口，别转移话题。以为你不吃这一口，你就会瘦下去了吗？我咬一口。轻轻的咬一口，脸色不太有死意，是。好，可以了，你来吃一个。哥哥咬了我一口，我发现我第一次吃这个甜甜圈，是面包圈还是甜甜圈？怎么样？蛮好吃的。啊，我吃到面膜了。天，你刚那个叫什么？绝。哎呀，别弄。我老虎的哦。我还精灵球了就不吃了吧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就不吃了，感觉很多热量。你看我先被你带着来，多么健康。钥匙放一节，一口吃十个。刚刚在门外吃了俩蛋糕，然后还有啥蛋糕？精灵球。那个喝的饮料。哎，你看，多好。吃一口，我全吃，我再吃。回北京的时候，你大概成猪了吧？我有点饱肚子。你虚也不用，大家都看着。没事，你想动了，你让人怪我不尊重。他们现在都好喜欢你。他们，我不舒服。没关系，你那么可爱。我不可爱。你最可爱。我不。别哭，明明别哭，来，到哥哥怀里来。哎呀哎呀呀！你这动作，他们不喜欢你还有哥哥呢。你这动作，我的天！继续聊天，我们还要除了吃东西，还要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大家国庆节快乐，统一一下，来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太小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国庆节快乐，然后呢，爱国，要爱国，有粉丝好给我们推荐了这个。我看你硬聊不能聊出这些什么东西，海底乐园。哎，你今天反正就看你硬聊的功力，那就起个。实在不信，我们就尴尬半小时让他们看着。你这么说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尴尬什么？我不管了。这个今天滑雪也录得很任性啊。硬聊继续，硬聊其实很简单的，加油啊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嘿，各位大家好，今儿咱们在这个韩国，虽然不在国内，咱们第一时间第三时间给大家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！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国庆节快乐。上回说到，上次咱们在床上那话剧特别的好，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台湾的这个中秋节啊，咱们现在依然还是在一张床上，在这画了个饼，一张床躺着，因为是这个感觉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你要捧我，你要捧我，对，你要捧我，我觉得你有点紧张。让我一热，要加点声音。我觉得能看到现在人一定是真爱，他们可能是真的是真爱。看到我嫌弃的眼神，嫌弃吃口皮卡丘。别了，放回去。跟我还可以的。别拿手段，你以为我没看见？哎，我怎么？最近
又开始有点小叛逆了，对吧？怪太气了，我不气，我是你看我在刚才外面吃那么多一个蛋糕了，我再吃我有罪恶感。你不要有罪恶感，你有罪恶感就不是你。你什么时候没有罪恶感？对不？我现在越来越有良心，别人申请的太多。来吃一口，对吧？你